先欢迎我们的原子少年。艾莉本身是原子少年的铁粉，对不对？我是，我每集都有看。那今天这三个你喜欢谁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样直接就表明啦、啊，就只有三个人嘛。没关系啊，我喜欢小孩。啊！好了，喜欢他在舞台上。别说我没有照顾妹，你们对眼五秒钟。真的还没看到他，对他一直在盯这边看，看我干嘛、啊？我是大人。那你看小孩，你刚刚说九号才是大人了。好了，你转过来看五秒钟。还有什么吗？这个环节。来，那你不要就换掉喽。要。直接跳，我是女巫，然后五号是饮水，但是饮水的话不一定，就是因为这局的那个狼可以。女巫可以救，可以自救，所以有可能会自到几率蛮高的，所以不过还是要着重观察一下。但是饮水情节的来说的话，他应该是好人。对，二那么早跳女巫是好的吗？因为只有三个神，然后等一下一个预言家出来的话，其实有点危险。但因为我是饮水，我是真的是好人，所以你可以相信我。五号有说二号艾丽尔这么早跳女巫不好，就是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是艾丽尔，他觉得他跳出来，他等一下下一晚可以准确的读到人，所以他跳也没差。对，不然他等一下如果被扛推出去也不好。不然就是他要勾女巫出来。那如果后面可能九号跟一号有女巫的话，你们不要这样出来，就很想读他就好了。那如果你们没有，那艾丽尔就是真的女巫。七八九出一支吧，因为我其实在名牌觉得七号蛮凝重的，但七号竟然没有讲出什么东西。十号那时候说什么？七应该是狼吧？七也没讲出一朵花，我哪有没有讲出一朵花、啊？我讲分析一些可能性，然后我还怕一号跟九号是新玩女巫，然后还给他们一些好人的那种 suggest。我发言完我还觉得我全场最好哎。